DL 要钱唔要客，客仔随时炸都冇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何况因为中毒针失去亲人。因为 DL 毒针过身嘅陈婉琳，公道仍未寻。圣诞嘅嚟临，令杨生难过得很。今年过冬啊，埋圣诞节啦，咁啲仔女冇人照顾，喺屋企咧就变咗好难清清啊，同埋好孤单。要依间公司点解一个电话又冇，乜嘢嘅道歉都冇，当呢件事冇事发生咁，咁系个冷血啦呢间嘢。过冬同圣诞要同对仔女孤零零过节，杨生就闹爆。出事之后 ，D L 一直冇同佢联络，警方都冇交代调查进展。佢最担心最终同唔到 D L 追讨，话已经交俾律师处理。查实一种 D L 嘅客仔都要过一个繁包圣诞，因为 D L 怀疑转移资产，要客仔签同意书，将资料过户到一间叫 D L Reborn 嘅公司。买咗10,000多疗程嘅老小姐中咗招啦！一月之前啦，跟住我下一月钱咪得翻几十几日，跟住话都得嘅，一月内咯，咁你都尽快要考虑翻噶啦。如果你唔翻翻嚟签，你就冇噶啦，乜都。个职员话 ：D L 出咗事，相反 D L Reborn 仲扩张紧，系咁氹老小姐签。仲有几多次我都唔知，我你攞翻我翻去俾我睇下，即系你帮我查我仲有几多次先啦。佢就话：你翻去梗系仓啊！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即刻攞俾我睇啊？跟住我哋冇人手，你知啦，几忙啊啲同事。佢最尾都冇签到。有立法会议员话，已经接到十宗同类 case， 涉及几百万噶。一间公司连客连生意都转得俾另外一间公司，简单啲讲，佢冇打算再营运。佢又质疑 D L 系咪计划出年一月正式卖盘？如果 D L 客仔唔签，随时揸都冇得剩啊！